中那就是嘴巴这样子中量。对，你没有，你先吃，先吃。今天下请哦，今天吃什么 ？Everybody， Hello， 一马齐腰，我是陈丁东。我是 Jack Nong， Jack Nong， 西班牙的姐夫，又是朋友又是姐夫，来这个原住民的餐厅，要带他吃一点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食物。然后刚好他今天好像有这个舞台表演啊，原住民同胞呢，他们表演音乐乐器，所以待会呢拍一起给大家看。Yeah. 今天肯定呢非常有气氛的感觉，很多人哦，很多人啊。来，表姐打招呼一下哦。Hello. 我的表姐。刚刚被指定上去吹那个吹筒，哎，什么感觉？就是吹过去就掉进去了。所以他的技巧是什么？应该要瞄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瞄。哦，我问他怎么瞄准那个地方，他不第一阵知道怎么走了，然后不有第二个，算了啊，如果打到你的身体就掉出来了。这个如果是生的话。其实我吃过生的，姐夫。哇，什么中的，就是嘴巴这样子中量。对，然后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爆浆。啊！那个浆是那个？不是，不是，是它的蛋白质。哇，蛋白质。正常来讲啊，生的话你要把它的牙齿咬掉，但是这个煮熟了其实是可以吃的。先喂姐夫吃一个啦。没有没有，你先吃，先吃。那么你不敢吃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还没吃过，要学习一下。学习你怎么吃？我先吃一个。OK， 好吃吗？打热狗，打热狗，跟生的完全不一样。来，姐夫来一个，第一次尝试哦。姐夫吃过很多虫，对不对？吃了其他虫了。这个虫反而没吃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有头有尾啊，是吧？有头有尾，还有很多只啊。对，好来。什么味道？好像那个核桃那样子的味道。有有有核桃的味道，但因为它烤过不一样。我之前是吃生的，生的就是整个像牛油果的味道。牛油果，对。开动，开动。Carico， Carico， Carico。它的肉呢有嚼劲，不会到太烂，是很烂，很开胃。这个汤做得好啊。我们现在来吃竹筒鸡。竹筒鸡，你知道什么叫竹筒鸡吗？是它竹筒里面的煮的鸡。对，就是用竹筒天然的方式来烹煮。哦，来，现在没音乐了，有音乐现场感觉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剪片会比较辛苦了。哎呀，来，这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哎呦 ，Very good， 什么味道？好吃，好吃，真的，很特别的，不知道什么味道哎。哦，很清甜，好吃，是那个椰子的味道是吧？哇，好吃哎。嗯，皮一般的我不吃的，可是这个皮也很够味耶。腌制的东西啊，这味道不能解释什么味道，你们自己过来吃。哎，对，才知道什么味道。这个欢迎西班牙的朋友自己过来吃啊 ，Mac Bonio 就对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哇塞！好喝，好喝哎！哇塞！你知道橄榄是什么吗？我吃过橄榄，但是品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它应该是拌那个橄榄酱。这个该不会也是橄榄的锅的锅吧？是吗？耶嘿，是的，非常开心啊！今天晚上呢，度过一个浪漫又好吃的夜晚，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都是好吃，好吃哦。那我们这个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还有我们的 Jay， 我们下一集见，西班牙话。拜拜 ，Adios，Adios。Adios Adios